间小智。耶，带他冲上去。哇，是看脸看起来超圆。拜拜拜拜。我刚刚把它塞在那个衣橱的缝缝里面，它抓不到，它抓不到，我不知道干嘛，白痴笨死。也羊卡，说沉默，干嘛呢？还是不开心？吓出来了，塞的，很舒服躺在里面。